这都是董哥呀，我一看呢，我先来个全套的。我要的建模，哦，黑暗即刻，那谁知道他啥效果呀？咱也不知道啊。圣光卫士，这把咱来把圣光卫士。凯尔，五费凯尔还可以。哎呦啊！龙族一二三四五，五个龙蛋，行。正义闪耀，唤醒你的正义吧。天狐啊，怎么的就天狐了呢？这小恶魔挺多的呀。爆炸力提问第二，整俩骑士乌迪亚，很明显啊，他这不太行。他问我到底是要黑暗反曲弓，还是要正经反曲弓？你们说我这反曲弓正不正经？左边的吧。他们的恐惧是明智的。左边的吧，给个火炮，咱也不知道火炮啥效果。哇哦，这一刀，我这乌迪尔还挺狠的，我发现。你圣光拿黑的有病啊？怎么的呢？这装备又不耽误啥？哎呦我这龙族！炸弹飞远喽！我决定直接升了，升了咱上个小恶魔。
算了，撇了得了。让我先整把光明骑士啊！让我先整把光，要相信光。让我先整把圣光卫士。谁能告诉一下我这个黑暗火炮是什么效果啊？你光明的还要黑暗的，不是玩光用黑暗装备有什么问题吗？装备你装备又不跟羁绊打勾，怎么的？那个玩圣光卫士那个用光的装备有加成啊？啊，有副，不是有装备有副作用就有副作用呗，装备副作用就副了呗，无所谓啊。我也觉得应该都能用吧，干啥不想用啊？我这炸弹人给后边一顿比，圣光卫士。12、5，我们保一手连胜吧。我直接一杀，我就硬升，我硬升，哎，我升。哎呀哈，这赛恩是真是弟弟，我发现真的实在是不太厉害这玩意儿。哎呦我操，看见没？哎，看见这圣光卫士没？看见这圣光卫士吗？圣光卫士就克制，就是克制丧尸，你知道吧？我就为什么上把我就打不过，我就知道了，因为这圣光卫士他妈克血克，该出击了，硬给我克死了。那是辛德拉的技能是吧？啊，原来这是辛德拉的技能啊！早说呀！水银能出吗？腐蚀水银。露露是什么？变羊或者加攻速。剑魔俺们应该是不要了，水银我觉得行。
上一个吧。水银腐蚀，我今天就决定了啊，咱们五费找天使，天使给上个火炮，水银都是腐蚀的，完事再给上个羊刀，我看看到底是啥样的。他跟我说黑暗装备用不了，今天我就光明配黑暗。其实没有真正的恶人，恶人都是强者杜撰出来的。我们今天就颠覆大家，用光明配一首黑暗。我看斗篷，再来。大家可以当我都是在放屁啊。上个露露还是上个凯南呢？我就凯南狠一点啊。但是我现在差钱怎么办呢？我把露露撇了吧，露露挺贵呢，9块钱呢，挺贵呀。你们还能不能有人能掉点我血了啊？谁能掉点我血？我想问一下子，能不能掉点血？都这么拉吗？哎呦呀，这些水友啊，几天不见这么拉了。真的，这也不掉血呀。建模我就不拿了，我想知道一下这个腐蚀水银有什么副效果，就是有什么底 buff。 有兄弟知道没？腐蚀水银减少最大生命值，那一直免疫控制，减少最大生命值，那可以用啊。我觉得这效果可以接受啊，减少最大生命值，然后一直免疫控制，这狼人怎么回事？没完了是不是？给我撇了。给我留个攻速，完了啥也没有了，完了连个屁都不剩。给我剩了个屁，征服者摸的凯撒，屠龙勇士，圣光卫士，游侠，圣光卫士得要6个，4、5、6。我们现在要个瑞饼，要个拉克斯。来个日炎吧，来个日炎。
这小恶魔无限蹦啊，从里边一直蹦的。还好我技高一筹，来个瑞饼，可以。不行啊，这才五个。给两个水银吧。还差个瑞饼。骑士塔里克可以整个塔里克上去，上上去试一试，塔里克应该还比较的猛。周围大范围友军回复500点生命值，以及持续5秒的50护甲呀。这波没打过，我靠，我的发给我连胜中断了。哎，我上来就给狗熊，没屁用啊，这狗熊啊。给攻速，攻速大棒，漂亮。拉个宝一会儿，天空指引着我。拉面熊很强，拉面熊。现在我这强度应该不行了，我圣光位置没几个了。我圣光卫士的六都没有，才仨。单挂狗熊啊也行。飓风吧，我鄙视专注，但却忍不住微笑。单挂一手狗熊看看，这些装备给天使，这些装备给维努斯，前排日女单挂一个日炎就完事了。哎呦我操，这锤石能直接勾后边的人，这么恶心。唤醒你的战意吧，这句招不及招，我给狗熊上点装备，我看这狗熊怎么样。来来来来，该
呀！哎呦我操！有辙，这还不行啊！爸爸，快来，爸爸，我需要你啊！我需要你 ，No！ Oh no！ Oh no！ Oh no！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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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这干嘛的呀？神王，这样试一试。两个拉克斯，一个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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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记，没打过。电刀有点多。先上个鱿鱼玩一下，狗熊不要了。哎，看看炸弹人的水银是不是一直持续的？不是，炸弹人有15秒。哇哦！我需要天使。拿了落手杀不了盖伦了吧，是吗？拿落手刷不了盖伦了吗？早不说呢。天空指引着我，早不放屁，来个铲子。铲子铲子铲子，你们说我是拉酒，还是说我们现在先这么地儿？地质量，那万一地方来天使咋整啊？我质量其实就差天使，别的我都不差。我别的都不差，我就差天使。这咋都这么多小恶魔呢？哎呦我操，四星！这么的啊，下轮如果输了，我们就大地；如果下轮赢了，我们就不大地。
我先上一手德莱文，看看能不能行事儿。哎呦我操，我德莱文被人给勾死了。不行了，大地吧兄弟们，谁也打不过了。再不大地直接变弟弟了。来给一个天使。出。危险要来了。一切将死，一切归我。我相信未来是属于全龙类的。天使。我必须专注，但却忍不住微笑。天使在哪儿？再不大地，直接GG。给个天使行不行？那瑞饼我也没见着过呀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拿一个吧，我没，这个是什么东西来着？这是不是圣光转职啊？啊，不是，这是复苏者转职。哎呦我操，瑞饼来了。嗯。哇哦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看看天使，嚓嚓嚓嚓嚓，漂亮！给我抡！这差他妈一内内呀！三星拉克斯，扑灭这虚假的星火。这三星日女，三星拉克斯，复苏者，复苏者都有什么？我单挂一个大头吧，我操，二星天使跟一星天使差这么多啊。看一下天使技能，看不了，反正就是叠层嘛，叠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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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层，然后最后那个放技能，哎呀狠就完了，就一个字狠。
我给他上俩征服者呀，我这鱿鱼撇了吧，哎呀鱿鱼撇了，鱿鱼有点太那啥了，我看看这样上行不行？黎明使者，征服者掉一个哈。征服者是什么效果呀？没写。完了，天使按切了，天使啊，天使！哎呦我操！这天使太他妈狠了。得上六个，得上六个，不行。我看看盖伦什么技能啊？我看看这个盖伦是什么样的效果。完了，我天使死了，盖伦连屁都没放来就死了。我们应该是没了。要有二星天使就好了，我跟你们说。但是很可惜，我们应该是递不出来。你们也别赖我，说是为什么我的钱不递。啊，因为我递吧，我也不一定能看得见。再来一把，我现在已经差不多明白了。啊，下把我们应该是必吃鸡了，兄弟们。